啊，四个半球以上。气枪管插上，然后将气枪跟脚踏开关，有两根十个的管子插在上面，一个是 A， 一个是 P， 然后将咱们的气枪插上面，拿到咱们的机器跟前，对应插上面，对应 A。就是最左边的这边一个，你们上面标的有号 ，A 就最左边这边一个，底下还有个 P， 最右边这一个，然后插气枪就放好，放到合适的位置，把气枪挂在这边，把咱们这个自动炮筒打开。机器上面有三根，这底下底部有三根突出的螺丝，突出的螺丝就是对应了咱们三个支架这个地方上的螺丝。然后将其放在上面，将咱们的电源插在插板上面，将其通电，然后咱们接着那么有气管之后，把咱们的底下居室上面是放气管的，把气管将其插上面，然后将其打开，机器可以开始操作使用。将其通过电之后，然后把咱们气压打开之后，气压表将会显示到零点几，0.6到0.8之间最为合适，不能超过0.8。然后将其去皮，充电放其跟前。放笼时达到指定的克数，比如5克，踩好之后，放好之后，直接踩入咱们的脚踏板，直接充笼，充笼完成。当充笼过程中有渗笼时，效果不佳时。用咱们机器配套的里面有专门配应的三角板，三角板将其打开，放入咱们的秤箱里面，放进时可靠近里面的支架贴在上面，留少许空隙，然后再进行充笼，效果更佳。